最后一个吗？我都死了，还乐滋滋的在奈何桥边等你。我心想着，肯定得等个六七十年，等来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。可是没过多久你就下来了，我心想，不对啊，你这不是早夭了吗？Can't forget, though the thought rattles my brain. Will you fold or will you remain? If I don't get better than this, man, 绝不会有片刻做出无法想象的伤。只是姑娘如花美眷，令人想做做爱还来不及。他很复杂。阿香，还好我没事。我只是想把你带走。阿香，怎么这么疼？你多紧张？你要不是紧张？我曹卫宁这一辈子从生到死不会有片刻做出辜负你的事。相信你，我都说了，我相信你。你只要告诉我，阿香，你别哭了啊！你人看起来也不坏嘛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哦，在下清风剑派曹卫宁。